Hello， 屏幕前的小伙伴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半仙，欢迎收看今天的秘密世界。今天我们玩的是瀚海酷跑。咱们每一个符文都会给咱们一些临时的神力，总共有六个神奇的符文。好的，那咱们直接开始吧。Go go go！ 欧嘞欧嘞欧嘞！哦，这没有掉落伤害，那我就放心了。走这里面，怎么回事啊？还有点粘我脚丫子，我跑跑跳，然后走这上面，难不倒我。哇塞，你啥时候过来的？你超速了，你知道吗？这下一关咱们瞅一瞅。哦吼，嘚儿飘，嘚儿飘，嘚儿一个飘，第一个关。这一关的能力是加速。嘿，嘿，四三二一，二段，你值得拥有。然后再来个加速。哎呀，他这个技能你必须得切出来，鼠标点一下，就很烦。芝麻开门。吼，小伙子有一套。哎，这个加速还只能用一次啊。牛啊牛啊，等它消失。哎嘿，我过来尿。走这儿。再加速。我这开的明明就是自己的房间，为什么还会出现卡卡的感觉呢？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卡卡更健康？完了完了完了，赶快往前溜，看看。哎呀，都到门口了，还好在这边有存档点儿啊。嘿，全当给你们探路了。看我嘚儿飘嘚儿飘，这一个是变小。嗯哼嗯哼，吼吼一哈嘿，吼吼一哈嘿，吼吼哈嘿，吼吼一哈嘿，在这边点击变小。我哦，我变小哦，我。好，赶快回来，走这儿。哦吼，嘿，嘿嘿，一跳，哎，我怎么忽然变得好轻？还有，走这边，这也得变小才能过，冲啊！神力已经消失，然后点点飘跳飘跳，嘚儿飘嘚儿飘嘚儿一个飘，然后走这儿，然后我跳。哎，我的神力咋消失了？嘿嘿嘿嘿，这地图还是比较适合单人游玩。哎，牛啊牛啊，第五关，跳飘消失，为毛就像走不动一样？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。我也不知道，这是厚雪，雪量变厚的。先点击，我这身体还是那么小。刚他没有把我变回来，就让我获得了新的神力，这导致，嘿嘿嘿，
没烫住，透血，白跑了。哦，就是让咱们拥有300滴血。哎，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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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冷静冷静。可是咱们现在只有后血，冷静，恢复一点血。后血成功，这里有一点点坑，这个后血赶快一点啊！嘿呦嘿呦，100滴的时候，差不多了。嘿，过来，洗个凉水澡，没有存到你。旋风冲锋，龙卷风，我也不知道是不是走这上面的。哦，来到了第六关，应该是答对了。嗯，射击。这怎么射击啊？不管了，咱们先走这边。车到山前必有路，水到桥头自然直。原来就是这个样子。还会给咱们出来跑道。四个跑道都已经完成。哦哦哦，轻飘飘。铁铁们，我要去吃星了哈。好的，点关注不迷路，半仙帮你洗尿布，我们下期再见了，拜拜。